各位嘉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同丈夫林少波博士進場。各位嘉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及其丈夫林兆波博士現在進場。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t Ngo and her husband, Dr. Lam Siu Po, have arrived.各位嘉賓，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升旗儀式即將舉行，請各位移步禮台電視屏幕前觀禮。各位嘉賓，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升旗儀式即將舉行，請各位嘉賓移步禮台電視屏幕前觀禮。Ladies and gentlemen.The flag raising ceremony to celebrate the 22nd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bout to begin. May all guests please move forward to the stage front to watch the ceremony through the LED wall.Thank you.
升旗儀式完畢，接住落嚟會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慶祝酒會。升旗儀式完畢，接下來將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慶祝酒會。The flag raising ceremony has concluded. The reception to celebrate the 22nd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w begins.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及各位祝酒嘉賓移步主禮台上。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及各位祝酒嘉賓移步主禮台上。Would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n Ngo and the toasting guests please proceed to the stage.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致辭。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致辭。May we invit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Mrs. Carrie Lam Cheng Yuen Ngo, to address the reception. 各位嘉賓，各位市民，今日係我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的日子，每年的7月1日都给我们一个机会回顾过去，迎接特区新一年。两年前，我在第5届特区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庄严承诺，我会因应香港社会当时出现的新情况和矛盾，竭尽所能找出事情的症结，并努力缓解社会的焦虑，为香港谋划出路。过去两年，特区政府透过落实大大小小的政策和措施，努力履行这个承诺。不过近月发生的事令市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矛盾和纷争，亦都令我徹底明白，作為從政者，不時都要警醒自己，要準確掌握民情。我亦深切體會到，縱使有良好意願，亦都必須要開放包容。縱使政府需重視行政效率，亦都必須耐心聆聽。經過呢次事件，我會吸取教訓，確保政府日後工作更貼近民心、民情、民意，積極回應社會大眾的所思、所想、所求。最基本的第一步是政府的施政風格需要改變，要變得更開放、更包容，聽取民意的工作要革新。這些工作刻不容緩，會由我開始，包括我會安排更多時間親自會見不同黨派、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士，讓我保持政治觸覺，掌握社會的脈搏。我會透過不同的途徑主動接觸不同背景的年輕人，聆聽他們的心聲。我會加強政府整體就不同政策或者社會關心的議題
與不同的人士溝通，並進行更全面、準確、及時的民意分析，以更好掌握民情。我和團隊會進一步加強行政立法溝通，目標是提早在政策醞釀階段了解不同黨派議員的關注，並在政策細節制定的時候不同階段跟議員商討，吸納意見，促成良性互動。及我會確保政府內部在制定政策時審時度勢，反覆推敲，在執行時部門間充分協調，使政策利民便民。我知道政府要改善的還有很多，我們會繼續吸納社會的意見，持續改善政府施政。目前香港面對的問題非常多，外圍環境不穩，中美貿易摩擦尚未化解，香港經濟的下行風險正日益增加，大家需要投放精力，做好防禦的功夫，適當應對。政府的工作不能夠停頓下來。面對香港700多萬市民，未來我們亦要做很多改善民生的工作。我們要進一步改善教育、醫療，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機會，增加安老、幼兒等社會服務，以至處理最棘手的房屋問題等。各位嘉賓、各位市民，回歸22年，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雖然經歷不少的變遷、起跌，但總體而言，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在一國兩制下繼續發揮我們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在一國之下，香港受惠於國家改革開放，在社會、經濟和民生各領域得到更加大的發展和增長空間。在兩制之上，香港回歸後仍然是世界公認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基本法充分保障了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要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把握香港的各種優勢，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些工作都需要我們一起籌謀，同心協力。持不同意見、擔當不同崗位的每一位香港人都愛護這個地方，珍惜彼此一直重視的價值。我和特區政府一定會加倍努力，讓大家重拾信心，讓香港重新出發。多謝大家。多謝行政長官。接住落嚟係祝酒儀式，現在請行政長官同各位祝酒嘉賓一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祝酒。謝謝行政長官，接下來進行祝酒儀式。現在請行政長官及各位嘉賓一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2周年祝酒。Thank you, Chief Executive. May the toasting guests please join the Chief Executive to propose a toast for the 22nd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讓我們一起為國家的富強康盛，為香港的繁榮安定乾杯。讓我們一起為國家的富強康盛，為香港的繁榮安定乾杯。To the success and affluence of our motherland and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Hong Kong.
多謝行政長官及各位祝酒嘉賓，請行政長官移步台下同各位嘉賓會面。謝謝行政長官及各位祝酒嘉賓，請行政長官移步台下與各位嘉賓會面。Thank you,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toasting guests. The Chief Executive will now meet with the guests in the Grand Hall. Thank you, 各位嘉賓莅臨今日嘅慶祝酒會，請享用茶點。謝謝各位嘉賓莅臨今天的慶祝酒會，請享用茶點。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ttending the reception. Please enjoy the refreshments. Thank you.